对不起啊，是先没有告诉你。静雯跟我说你病了，我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你出院了，打听到你的住址就过来了，很冒昧吧。 结婚了吗？你有告诉静雯吗？还是静雯没有告诉我？米娅，米娅，米娅，你还记得我吗？ 来客人了，这是丽川，你不记得了？啊，记得。你好，李川。你好，小东。怎么有空来了？听说你姐病了，我特地来看她的。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小琪，是我的弟媳妇，小龙是他们的儿子。 小龙，啊，今天晚上我们不是什么？你朋友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今天晚上我们约了朋友先喝茶后吃饭，你们先聊啊，我们先走了。那吃了饭再走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聊。小龙，带你吃饭去，走。你们聊啊。姐，那谢谢啊，谢谢帮我们带着小龙啊，谢谢啊。